那个两场都战胜排名比他高非常多的。那因为毕竟赵大成是左手，那失误让赵大成2-1领先。好球！好球啊！这球，教练呐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对。哇，我看到他这个边上暂时的领先。哦，好球的微调，主要还是出现在脚步上出现问题，就是直接判对方得分了。好球，哦，他在步伐上的这个微调哈，小范围的这个微调哈，在之后的这个训练肯定还是要再去下一些功夫。黄建都的局点，对，调节，好球，对，利用赵大成有点犹豫，赵大成连拿三分，调节，好球，好球，哦，也好。其实你发越短的时候，其实对手第一时间就很好判断。哦，好球，哇！但这个反手拧拉挂网，哦，看到他这个用反手或正手先把球先贴回去，好球。好球，很明显他换一下发球哦，哦，好球哦，这球哦，好球，直接得分，逮到了就直接发力进攻，11-8黄健。手なし勝つため。对手了，啊，别长信心，哇，哎呦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好球，好球，十在黄建都，现在3-1领先。这个旋转上有一点不规则，看到，哦，哇，哦，这球这个命中率不是特别高，哇，碎，好球，了解，哇，造分之后。黄建都的发球，调节，注意调节啊！好球，第一个就拿下，黄建都以11-5击败了赵。